HBU 高中篮球联赛女子组八强战，永仁高中今天出战永平高中，在吴佳怡狂飙七记三分球攻下27分带领下，永仁以95-51大胜永平，连续四届跻身四强决赛。除了吴佳怡之外，永仁王宇文全场攻得15分外加10篮板，邱静恩也有15分进账，同样是永仁赢球大功臣。针对我们四强会遇到对手，我们会先做模拟跟一些方法的演练，可能遇到弹伤，针对弹伤的进攻跟防守，我们要稍微做一下讨论跟演练。由于北一女今天败给南山，赛前就笃定四强的永仁，如果意外败给永平，将帮助虎门势力逃生，取代北一女晋级四强。永仁拿下胜利后，护送北一女搭上四强末班车。体育中心陈志宏台北报道。